含氯有机溶剂，譬如四氯乙烯或三氯乙烯，是工业中常用来清洗精密零件或金属表面的溶剂，它也是早期干洗店常使用的干洗溶剂。这些有机溶剂大多是人为制造，虽然不同的工厂可以制造同一种有机溶剂，但是因为工厂使用的原料或是制程不同，使得这些成分都相同的有机溶剂事实上存在着不一样的特征。这个特征就是稳定同位素。稳定同位素特征的种类包括有碳、氢、氯。以碳稳定同位素为例，科学上以符号 Δ13C 表示。就像 DNA 可以用来分辨不同人的血液，对于有机溶剂来说，稳定同位素可以用来辨识不同工厂的来源。稳定同位素就像是含氯有机溶剂的 DNA， 因此可用来协助鉴识污染来源。